今天的主打就是一个逛街买东西，你看看这些耳环，印度的耳环都超夸张的，就是设计感很重，也很大大的那种，配得上他们的五官吧？你看看这些耳环都很漂亮，但是呢，就是也不太适合我，我的这个长相不太适合戴这样的耳环。看这个红色的这个珠珠的，我还挺喜欢的，然后还有一些首饰，你看项链后面的也都那么大，太夸张了。这个稍微贵一点，这个是他说是美钻的，要200多人民币。不知道是啥钻，也都是假的。他说比较适合我，果然他给我推荐的就比较素一点。还有这些是手镯，印度的女孩呢，出门她们都会戴手镯，叫结了婚的，尤其是戴着手镯，代表你有老公，你不戴它就属于你老公不在了，所以呢，大家都会戴。我又来到了这个鞋的店，这个是一个手工的鞋吧，传统的那种手工的鞋。就来印度就想买他的一些传统的服饰穿一穿，然后要买一双鞋，看看哪双好看一点。这些有一些都是纯皮的手工做的，我挑了几双，这种呢就很印度特色，一走路叮了叮了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它有点硬，觉得不太舒服，有一点夸张它的底儿。然后再看看这一双，这一双好容易脏，这个也有点硬，但是这个他说里面和底。都是皮的，你看这底是皮的，里面也都是纯皮的，但是那个皮的底走路感觉有点太滑了，所以呢，最后我买了这双，就是比较适合我，我的东西都比较素一点，我最后买了这双，走路比较舒服一点，不错。他这还有小孩的鞋，你看看这个小孩子的鞋，啊，这个是男孩子的鞋，开始我一看这么漂亮，以为是女孩，但这个鞋太窄了，我家孩子的脚都宽宽的那种。啊，这个鞋他穿不进去。我说我1岁的孩子，他给我推荐这个，根本塞都塞不进去。后来给拿了个3、4岁的孩子、4、5岁的孩子穿的鞋，宽度合适了，可是感觉就是长度有点太长了。但是阿尤很喜欢，他穿上去他不想脱下来。可是这个底也是像刚才一样的，是很滑的那种，不太适合阿尤那么小的朋友穿。然后提亚觉得阿尤的鞋好看，他也要穿男款，可是也是同样的问题，根本穿不进去嘛，脚好肥呀。最后呢，就给提亚买了双别的，阿佑没给买，阿佑有点生气。然后呢，就带孩子们过来这边玩，让那个外甥还有姐姐帮我们看孩子，我跟阿言过去看衣服，我们两个要自己逛逛街，给我挑选一下衣服。这就是人多住在一起的好处，能帮我看孩子。我在这边看了一些衣服，突然觉得，还挺适合我妈妈穿的，很多都适合我妈妈穿，就是，有一些料子啊，像这种的，就特别舒服，然后还有垂坠感，然后夏天穿应该会非常凉快。这种长袍子也比较适合我妈的风格，我妈夏天也都穿那种长裙子，然后底下她会搭配这种裤子，她的这些裤子呢也都是很舒服的那种，肥大的那种裤子可以搭配。哎呀，突然觉得这些衣服都很适合我妈，但是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，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子女给妈妈买衣服。你看这套衣服，我觉得也挺适合的，这些衣服的颜色，我觉得我妈妈应该都会喜欢，就料子很舒服的那种。因为我在商场里面买的质量也是过得关的，都是大品牌的衣服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给父母买衣服的，就感觉给我妈买衣服，我买的衣服永远就买不到她的心坎上，不符合她的口味，不一定她就是会很喜欢。我觉得她会喜欢的，她就不喜欢。所以呢，就是等着我回印度的，回中国的时候吧，我再给她打电话，给她多挑几套衣服，给她选一选。你看这裤子很舒服的，然后它的边儿啊都会跟那些衣服做搭配，这一条我也很喜欢，我觉得就是很合适我妈妈的那个穿搭，可以多穿各种几条不一样的裙子，夏天的时候出门溜达就很凉快。这还有一些小朋友的那种印度传统服饰的衣服，你看他还戴个小围巾，就很传统的那种感觉。等着再给 Tia 挑几套，但是今天不买了，今天先看一看这套也是，这个颜色有点深，不太好看。我跟阿言都觉得这套比较不错一点。传统的衣服，然后过节日的时候给 Tia 搭配一下，应该挺好看的。哎呦，看看这些衣服，我觉得好适合我妈妈呀。她说这个，阿言说这个我比较适合我一点，我觉得有点老气。等着看这套也适合。妈，我问你，你到底喜不喜欢？你要喜欢就告诉我哈。回去的时候给你选几套回去。最后呢，我就是买了这4套印度的传统衣服回来。因为我之前已经买了别的颜色的，我就最近就是想买一点粉一点颜色的，结果买多了，买了3套回来，正好赶上打折。最喜欢的是中间这套粉色的，
这个是印度的这个牌子的衣服，它挺有设计感的，底下还配一个裤子。尤其是它的这个围巾，对我来说戴着比较方便一些，要不然它那种大围巾我是肯定不会戴的。这一套是阿言帮我选的颜色，他觉得这个颜色比较适合我，比那个粉色好看一些。这个是它的上身效果，但是感觉有点色彩。还有就是这套白色的衣服，这个是跟第一套是一个牌子的，你看它的这边也是感觉挺不错的。它底下有一个衬裙，底下有个衬裙，外面是一层纱，但是它的模特上面也是配裤子了。我到时候看看不配裤子能不能穿出去，能不能太透了。还有这一套是阿言帮我选的，他觉得这个我穿会比较好看一些。这个是没有品牌的，这一套1000卢比，大概合人民币就是900左右人民币，90左右人民币吧。这边的三个呢，原价大概，这一套衣服都是400左右，上面的这两个单件也都是200多左右人民币，但是，今天正好打折，我买的比较多一些，然后折扣比较狠，打完折大概就是145吧，145人民币一套，一件儿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